我还没吃。来，都齐了。哎，阿明真厉害，第一次就捡这么多海货。来，多吃点。明日啊，跟我出海去。他是朝廷命官，出海做什么？哪有渔民不出海的？这传出去被人笑话。多喝点汤。 这汤里啊，除了鱼，我还加了栗子干，对男人好。娘，我又没说错什么，一直急火火的样子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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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